好啊，我是王瑞瑶，现在人在杭州，进入到无人超市之后，这个是马云投资的，我们现在要选一样商品要给大家消费看，什么叫做无人超市？这样放到这边，它会识别。它没有，它有一个收银台。它这里已经显示出来了。显示出来之后呢，我要扫它一下。嗯。我用支付宝好了，扫它一下价格。测试，我们现在在测试这个。扫一扫这个二维码，价格它就会跳出来。好快哦。对。好快哦。那我确认支付，我付掉之后，输入密码。好，支付成功。可是如果我没有刷，我走出去会怎么样呢？你一样的不消费的话，你也可以出去。可是如果我拿了我没有刷卡呢？那他走不出去，他这里他会自动感应，你看。哦，这里会自动感应。好，已经可以开门了。而且他刚刚说你谢谢惠顾，谢谢惠顾。他还没开门给我。我们被关在里面了。谢谢惠顾。门已开。哦。